搬家喽！没错，我们要搬家了。皮蛋和周周在这个超级街景房住了3年，终于把铲屎的熬破产了。不过也别伤心啊，吃得这么香，那还是直接滚进猫包吧。准备就绪，直接出发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新家有臭皮蛋吗？ 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， 我们来到了皮蛋瘦肉粥的新家。哎，这里居然有原住民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4个月的小黎。真是怂猫本猫，虚张声势，狐假虎威。另一边的周周就不一样了，直接开启视察模式。